其实我妈，她其实如果觉得我演得不好，她不想苛责我，她也不愿意人家说我不好，但是我好的时候，她也不希望我太骄傲。娘，谢谢你哦，不是。弟子妈，我觉得今天这个奖，我觉得我爸爸是最高兴我得到。爸爸，因为我答应我爸爸，我遵守了我的承诺。我跟我爸爸讲，我今年一届不会变坏。我爸爸说，你要重视你的职业，你要做一个被人家尊重的艺人，你要受人尊重，其实你就要自重。你要不迟到不早退，你不要要求别人，但是你要把自己做好，不要锦上添花，要雪中送炭，要做一个好艺人。爸爸，而且我答应你要把妈妈照顾得很漂亮，我做到了。